我说牛啊，看，好牛！看来我们还是觉得菲力比较赞。他俩在一起的，然后没有啊，至少我知道菲力比较赞。然后妹妹吃两口说。真的很油，是真的油到炸开来。我们从那个最不油的，直接跳到全世界最油的，直接越级打怪。吃两口就真的是不是快要腻爆了？